真的是两套标准的啦。为什么不用我事故？你们没有捐款，喜欢打个膝盖救吗？还喜欢博客款？人家捐款，你说我们总统、副总统那些人捐款，我原码当时你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你告诉我啊！我告一万会的时候，你马上发总，你总统府马上发新闻稿。那么这些善款，我现在问你啊，那总统、副总统、行政院长，为什么普悠玛协会、普悠玛事故，为什么普悠玛事故，你们没有捐款？喜欢打个膝盖救吗？喜欢博感官？我们的事情也是发生在你执政的当下，不是吗？怎么样的？